嗨，Hello，大家好。首先我要介绍这一个产品有多么好。你们也看过头先的一分钟影片，以为是我要介绍给大家，怎么样去改装做成 USB，对吗？其实是不是的？其实是这样的。有很多朋友，他们都把它改装成 USB 之后，他没有跟你们解释怎么样用，这么很容易坏，而且这一个东西是拿来做些什么比较适合？其实这一只东西呢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我之前买在一年前买，很久了。是美金不到一块钱，美金不到一块钱吧了，所以我买了过后，它是用这个 AA 的电池两粒 AA 电池两粒，那时候我买回来，我是打算拿来是做一些小模型，因为它能够做一些小模型，然后我就是哪里知道是根本是不行的，他做不到，什么模型都做不到，连调一个名字都调不到的。很多网站他们 YouTube 他们放出来说能够调名，能够做到一些东西，其实是不可以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边。过后我就想到，诶，不如把它改成 USB，看有没有力，改成 USB 适合不适合用？如果做模型的话，适不适合用？我就把它改成 USB，其实改成 USB 它很容易的，它只有黑红红黑，你们黑红红黑啊，只是转左或者转右罢了，很简单的，所以我也不多说，我也不教大家怎么样去焊这个电线里面，因为真的是很简单，一开出来三道弯只是焊两条那一个电线罢了。那首先我是要跟大家讲的，很多人他都不懂，他以为 USB 改装了放 power bank 就可以用，其实不是的。power bank 首先我们是要看 power bank 它有很多种，好像我这个是普通的，就是说普通的它不是双层的电力，就是普通电力，它有一个是普通电力跟双层电力，就是说加快的、加速的，所以那个加速加快双层电力是不能够用的。如果你们用的话，把它一插下去的话，就你的这一个东西就会马上坏掉，在短短的几秒。所以我这个是普通电力的，我试给大家看，我这个放近一点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普通电力它已经是很强。声音也很大声，还有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当你们改装成 USB 那一时，你们要用，首先，它有两个这一个雕刻的这个叫做什么？雕刻模有两个，一个是尖，一个是圆。我选择这个圆的，那个尖的我不懂放哪里了，可能我已经把它丢掉了。说、你选择了圆的话，你就要把它碾死。如果你不把它碾死的话，不要说你拿来雕刻，但你拿来转，只是按钮罢了，它都会整个飞出来，在短短3秒就会飞出来。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碾死。而且碾死不单单碾死这个，还有里面的那一个它的那个小引擎，你也是把它碾死。没有的话，它在里面它会移动，所以这个我也不开给大家看，因为里面只是一些电线罢了，所以我也不开给大家看。所以它到底拿来做一些小模型有多好用？一块钱的东西，一块钱美金有真的这个东西有多好用？我们来看看这个模型，我是一些垃圾，不要了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比如说我要把，看一下这个很硬哦，是很硬的。OK，现在这边已经有一个洞。我想钻到一个洞，把这一只柴放上去。
来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还有当你磨酒的时候，有一些垃圾，这些你一定要把它清掉，把它清掉，把它清掉。当你磨酒的时候，这一个磨嘴它一定会好像不大力，其实不是，因为它有很多一些垃圾在它的前面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清掉。清掉之后，它又觉得它会比较力，再开始磨过。好了，磨好了，那我们看看它有可以磨多深，这么硬的东西它都能够磨到这么多跟这么小个的雕刻刀，这个叫做都可以磨到这么深，所以就可以把这个柴放上去。是，你们可以看到有多深，这个洞是磨到有多深。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硬的，是一般的，如果说它是放电池的话，是不可能可以磨到这么深。好了，还有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注意，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只是能够用普通的一些电力，不能够用双层电力。如果你用双层电力的话，你按下去的话，最多那3秒就会坏掉，整只东西烧掉。所以我很敢介绍给大家，真的是很好用，因为我用了常年都没有坏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如果大家是喜欢做一些小模型的话，这$1的东西我相信是很适合大家用，不过要改成 USB。上次我买我记得是不到$1，应该是$7左右这样子罢了，所以是很值得。当你改成 USB 过后，这样真的是很值得。我已经用了整年了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我、想留言的话，你可以不妨在下面留言，我会私下回复你。还有在这边下面有一个红色长长的写着 subscribe， 如果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话，也是把它按下去。谢谢大家，拜。